好吧啊，那哎呦，完了，这什么外向外因呢？不让我取名知道吗？哎呀，我都说了这么久了，就还搞纸杯给我糊弄，我心里老伤心了。每次看见他，我就心里就伤心。不过呢，谁给我买杯了？啊，有人给买了，等我拿下来。好了，晚上，修炼打坐，你知道我还得给你们开工，后天吧，明天拜完师以后晚上开工吧。你该讲课讲课，明天皈依以后呢，明天晚上你们吃完饭，洗完澡，然后呢，在房间里打坐，把门呢开个缝，我挨屋的去给你们开工灌顶，把诀窍打开，这样你修炼起来也会快。另外呢，开开以后你再修炼，你就会达到人界神力，神助人威吧。慢慢就是你能达到天人合一、人神合一的境界。最高级的境界不是天人合一，最高级的境界是人人合一。知道啥叫人人合一吗？说济公来到信阳，他马上就知道某某人做了什么善事，某某人做了什么恶事，某某人要有什么灾难，哪里要发生什么事，我就去了。这叫人人合一，他能感应众生，感应天，很多人都有啊。比方说有风湿的人，要天要变化了，他腿就凉了。这天人合一很容易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哎，有的时候我们说曹操，曹操就来了。那为啥呢？他想上你这里来，他的一念过来了。现在新的理论叫什么？量子论，对吧？其实就是他的意念已经到了你这里，你突然哎，你有神通有灵感，突然就会想起他，想起他你就想提他，提完他以后。他就来了，这都不是这个巧合，它是偶然，对吧？只不过是说你很多在特异功能当中你不知道而已。就像我们说，我们观察燕子高飞要什么，晴天燕子低飞什么，要下雨。当你再修炼说，哎，先感应自身，哎呀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要发生什么事，对吧？等再干哈啊？你人一来，哎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。那你像济公，他往信阳一来，他就知道啊，你众生都是我，我都是众生，这叫最高级境界，是人神合一，人人合一，啊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的一切事情我都能感应到，那这是修炼。那我们还让那个你们周星师兄先把这个课先讲了，不然你后面九星化解什么你都怎么样，听不懂，哎，你还是把这个学习学了，我今天。如果今天要开工的话，就得开到半夜，我挨屋走。那么呢，想给你们起名，别想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了。想休息还是继续？继续。OK， 好，行，那个我尽量快点讲，用最就八心，用十二弟子的方式说出来。
我这个我自己写的呢，也是这种方式写的。这个里面的这种想法呢，是从去年的五一那次课的想法来做的。所以呢没有改。各位师兄那个如果有兴趣自己在这儿拍。然后呢晚上的时间你要想拍呢，晚上就拿走去拍。那我不建议你发群里，因为这个资料和我们还要改完了之后，我就怕这个东西一发到网上去，别人学习了之后，到时再拿出来是不一样的，就有一些误解。那个就土星呢，就是我们上午中午也讲了，土星的有一点点问题，就是阴阳之说。那阳气肯定是上升的，阴气肯定是下降的。我们从这个理念来说是阴卦，而那个八卦里面最纯阳之卦为乾宫，纯阴之卦为坤宫，所以阴气是往下走的，阳气是往上走的。所以我们在人的运气，所以在那个我们的运气，从这种阴阳的来说，我们的运气呢是往下走不行，二星过来我们运气往下走不行。那我们的那个财宫你往下走还是不行的。我们升官，我们在公司里上班，我们需要我们从一个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，我们把它变成组长，再变成车间主任，或者再变成科长、处长，这也希望是一级级的往上涨。但是呢，二星在那里呢，那没电了。那一个呢？那个吗？这两个人来。那个。我在那里，老板那里吧，在那个台子上。对，是在那里。所以二星在我们的财宫也好，运宫也好，还有那个官禄宫也好，它主你的事业、你的运气、你的财运不好，它是是往下走的。我们的运气和财是利息也是一天天的涨，放在银行活期也有利息，它是一天是涨价的，它并不是说是平衡不动的。这是从阴阳的角度来考虑，那是从土的特性来考虑的话。土呢是恒定不变的，那二星呢在坤宫，二星在为坤卦，坤卦为二星，然后它为土，土作为恒定不变。那我们作为运气的话，作为财，作为事业，它恒定不变，它老是这样，那谁受得了啊？谁不想自己的财呢日进斗金呢？这是这么就很好理解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你看刚才说我们从阴阳，那二星在子女宫呢，我们的子女就是从一结合然后生小孩，对吧？那阴他受了阴，我们小孩子他生根发芽，是不是生机啊，一个小生命就开始慢慢的孕育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他临着二星的话，他是不是不容易孕育啊？他生根发芽的时间是不是有些在寒冷的地方他不生根发芽？因为那个坤宫呢，它既然是纯阴，在秋天呢，它
万物都凋零，因为它里面有生津，生津主寒，所以小孩子是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所以小孩子容易流产，第一胎容易流掉，头胎二星在子女宫，头胎容易流掉，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流掉了，因为它没有温暖，它不能生根发芽，生根发芽是需要温度，金主寒，它不能生根发芽，所以小孩子容易流产，就算是勉强能生下来了，小孩子的身体各方面呢非常的不好，有先天性的，有先天性的病。太公亲们呢，就是把这个坤卦的这个星辰呢，就说在其他的术数里面呢，可以说可以称之为，你说孕妇，孕妇是不是大肚子啊？你临的二星是不是大肚子啊？但是太公亲们是把这个分开了，你可以临的五星那个大肚子，临的二星呢，就是在其他术数就是五星，相当于中宫的星辰，因为它没有中宫嘛。中宫的星辰和坤宫是在一起的，八八六十卦里面也是这样的。那土能厚德载物，对吧？它指的是厚德能载，坤宫绝对不是厚德载物。我们想想，坤宫处在坤宫的这种性质，你到了秋天，这个坤宫就万物开始凋零了，对吧？怎么会能厚德载物呢？它是因为中宫的土就厚德载物，这是。这是认为的方法不一样，就是说并不是说是古人说的那个六十四卦里面的坤厚德载物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它是中宫的土和坤宫的土是一个土，而我们呢是把中宫的土和坤宫的土是两个象意分开了，所以这一点要那个心里要知道。二星呢，那二星里面有一个羊，一个猴，那羊呢做事，羊就小羊啊，喜羊羊啊，这个羊呢做事呢，你看在电视上，我看过电视那个动物世界，青藏高原的那个藏羚羊，它呢过那个青藏公路它过不了，它为什么过不了？因为胆小，它稍微有一点动静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，它不过了。那坤卦就是这个性质，它是静，以静为主，既然是以纯阴，纯阴就是不动，阳有阳气它才会动，它纯阴它不动，它观察能力很强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它马上就警觉。那二星就是这样的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它马上就很灵敏，感觉很那个，感觉感应很灵敏的，你领导稍微有一点对他说了什么，他马上就怀疑你这领导是不是想干什么。这种原因是造成了二星多疑，临了二星在运，二星在福德，他会多疑，他很喜有，这是这种揣摩别人的心思，他是天生的，他不自觉的就会揣摩别人的心思，因为他是很冷静，他这种安静让人害怕，他天生的这种紧迫感危险感是非常灵敏的，你的风一吹一动对他的这种说话，他都会寻思你的心，就会琢磨你的心思会不会对他不利。但是你看什么时间看到二星的人他不说话，他都是很安静的不说话，他认定了一条道，因为由于土的特性，他会一条道跑到黑，他要学想学习雷打都不动，谁也动不了的，就算别人都在玩，他在这里看书，你打雷对他没有影响，他认定的东西。所以坤宫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纯阴，就是也是一个中，很中的一个星辰，这种中的星辰是在他的理念里，他认定的东西他很难去改变，
但是他认可规矩，因为坤土里面那个未土里面有火，所以二心他认，他对那个在内心深处，他对社会礼仪行为规范、道德规范、法律法规还是挺遵守的。那一心不遵守，一心就琢磨你这个，那水心他就开，他老在他脑子里去琢磨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漏洞可以钻，一些不健全的东西可以利用，他就琢磨。所以他，你说社会上这些投机倒把的都指一心。那你看羊，那羊呢，青藏高原的那个羊呢，是有人带头他就过，没人带头他不做。所以坤卦的人是需要有人带着他去做。那坤卦，你看坤卦主土，主一般的，主大众的，那就意味着他天生就不是做老大的料。那一个公司的总经理，一个企事业的一把手，和吃皇粮的或各部门的一把手，他做事是什么呀？他需要去做当家做主，他需要去说话以一打二的，对不对？他需要独挡一面，这种独挡一面是阳的特性，而坤卦呢天生是阴的特性，他要坐上老大的位置一定是碌碌无为，啥也不是。但是呢，他要做老二的时间呢，他就会和老大的关系处理得很好，老大的一言一行他都揣摩在心里，无论他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，二心都放在心里，他不会去主动的去坏你。但是呢，你因为二心呢，坤卦有生金的存在，金他做事有相当的原则性，讲哥们义气，咱俩关系好什么都好说，稍微你触碰到了我的利益，那我开始制约你了。所以二心是让人冷静的可怕，他能够利用别人的缺点去制约，所以当不了老大，但是做老二，是千年老二，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星辰。那羊群说没有人，跟我们刚才说了，羊群是需要有人带头，他就会勇往直前。这个呢，这种情况呢，就是说叫羊群效应。无论是只要有人带头，只要公司有人去带头去做，他在后面跟着，无论是前面刀山还是火海，他依然的是义无反顾的向前走。所以这种是典型的是没有主见的随大流的一种性质。你说没有主见吗？他一直很直，对吧？他有土的特性，为什么没有主见呢？他是他的灵活，他也就是说他不灵活，他一直跟着，他认定了一个头，他这个头无论是做对做错，他就跟着他走，也就是藏羚羊的头羊。那么前面是过了这个青藏高路，对面是万丈深渊，那后面那一群羊也是一样往这个万丈深渊里跳，因为他忠于头羊，这就是他忠的一面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你看既然二心主静，那什么东西主静？是不是气功主静呢？坐那不动练气功是不是主静？它不动，归就那个归啊，归息练，我们练那个，对吧？在练功练气功啊，或者是我们修道啊，各方面都主静。你有二心，它就适合这个。所以那个传统奇门里面呢，也说什么碰到死门呐、啊，或者碰到天瑞星呐、啊，什么的都
都他们都这么说，对吧？但是没有，我问过传统器门的，他没有，没人几个人能知道为什么碰到死门呢，或者碰到天瑞星就会这样的意思，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来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只知道说有这种象意存在。那纯阴的东西也代表地府的东西，因为地府的东西才会至阴，至阴至极。那引申为这，从这一点可以引申为呢，就是说人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别人就在后面污蔑你、诽谤你、伤害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他常常二心在运的人，二心在疾病宫的人，都是你的病。我们是阳，我们是活人，大活人，我们临着二心的话，身体都不是特别好。他总有，比如你二心在卯木，那你的四肢，你年轻的时间，你可能年轻气盛，你能冲破这个二心的枷锁。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增长，你受不了这阴气的侵扰，这是你与先天带来的。那怎么样能够解决掉这个二心呢？你要有身上有阳气，你可以用很多方法，比如练气功。它可以，气功是练七经八脉，练了什么？练的就丹田之气，丹田之气就是青龙白虎至阳之气。二心呢，主情欲。为什么主情欲啊？二心为什么主情欲？因为呢，在那个我们常常说吃阳壮阳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二心呢主情欲。二心在配偶宫，二心在我们几个在二心在配偶宫的，你的对不对？二心在配偶宫，你的二心在配偶宫，你就会容易发生什么事？鬼夫妻，对，鬼夫妻。我碰到好几例了，都是二心在配偶宫。二心在配偶宫，你会做梦，梦见女的来和你叉叉。对，他会有这种像。所以像这种有时就是非他来得很频繁，你根本是不知道。还有像这种状况，当你修炼的时间，他二心在配偶宫了哈，你在修炼的时间经常会碰到同一个女的，到点他就来。到修炼时，对，到点他就会来。因为女生她有，对吧？一月一次，男生也有，是我们养生的几位老师他都知道，基本上是男生是半个月。精满则溢。也会有这种现象，但是他到那个点儿，他就会来，你就会梦见和他在一起。女的呢，女生呢，她就会那个到。每月的，就是说女生有排卵期，对不对？她会到那个点儿呢，就会梦见男生过来。这是她在修炼的时间，就度的这个魔比别人更大。你到酒店住宿啊，或者是你在家里，如果你太太不在身边，或者你先生不在你身边，他们就来了。那既然二心在配偶宫，也前昨天还今天上午也提到过，二心为纯阴，
纯阴在配偶宫，我们的婚姻呢是阴阳和合的，我们的婚姻是阴阳和合的，那没有一个卦一个二星纯阴过来，你的没有不是阴阳和合的这种，像六星二星在这里，你婚姻另外一半都不会特别好，要么吵架，天天干仗，分多聚少。你从二星在配偶宫，那另外一半他就得病。你的关系好，他就不就得病。他会找你一天而去，他会二星在配偶宫，他如果你关系好哈，他一定会找你一天走。他先没，并且呢，到四五十岁的时间容易得一些富贵病，比如脑溢血、糖尿病，因为一得这些病了之后，就意味着找你一直要走。那要么呢，他不得病，不得病你就不得病的情况下，你们就在一起很难在一起，很难在一起。就是离婚，那二星呢，在二星里面一个猴，你看那个动物世界也好，看孙悟空也好，还是看各方面的也好，那个猴子是非常机灵的，观察人的能力非常强，所以二星的洞察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就是因为有猴这个动物的特性存在。那有一句俗话叫老虎不在，猴子称大王。所以猴子呢，很善于狐假虎威，很善于利用老大的缺点去制约老大。所以有二星的人呢，就说你不要去那个得罪他。你不要去得罪他，你要和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，不能用言语或者是某些方面能够伤害到他，因为他里面有金，金主义，义就哥们儿义气，你不要去背叛他，你答应二星的人就要去做到，你不要做不到，你要答应二星的事情。那二星在田宅宫，二星呢在田宅宫就有一个很不好的相，你的家里你的财很旺，但是呢你挣不到钱，你挣到钱家里存不住，你家里存不住钱，但是你不代表你不能挣钱，也许挣个1000万，过不久这1000万就没了，家里存不住钱，但是感觉他挺能挣钱，我这一辈子到50岁了，我回过头来看看，我这一辈子可挣不少几个亿呢，但是到现在手里怎么就那个100万200万呢？那像二星在田宅宫呢，我们就需要把宅子给他进一进，房子给它进一进，这是一个法术。那我们就讲这个二星在田宅宫的法术。关掉。今天上午我给你们代课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
我不是有意的要掌声啊，别停。一星学完了吧？二星学完了吧？开始学几星了？三星。用不用我给你们溜两句一星？要。用吗？好了。七十奇门遁甲里面九星它是灵魂，但是很多这个老学员在断卦的时候呢，往往只要灵魂不要什么骨架，上来呢直接就说星辰，没有星冲克害，不讲旺衰，这就是说灵魂必须建立在什么上？骨骼之上。骨骼之上，对吧？没有人要是光灵魂了成啥了？成神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是我们说，一星它是在哪儿啊？一星是什么星？水星。好了，它不仅仅是这个一星，它不仅仅是什么？断性格、脾气、秉性。它虽然断得很，其实你看到星辰，其实就看到什么？八卦了吧？水星是不是代表坎宫？坎宫看到了坎宫，是不是就看到了什么？子水，是不是？但是说呢，星辰呢是死的吗？所以说江代宫奇门遁甲为什么是八九七十二局？说八卦也代表八门，八门配上什么？九星，九星飞起来以后它变成什么？八九七十二局。这八九七十二局，那么好了，说这就说明我们说日月星辰它是不是动的？是变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说水星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什么宫位啊？在坎宫。当它飞到了别的宫以后，是不是水星飞走了？我们说东方太阳升起来以后，太阳从东面到南面，东面是不是还是东面？所以说它水星的性质坎宫变不变？不变，知道吧？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性质，但是太阳挪到哪儿了？挪到南面，挪到西边，它可以飞到这个什么宫啊？九宫，对不对？但是说水星呢，我们讲说水主什么？智，聪明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他。为什么？他懂得变通。你生气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会顺着你说，你高兴的时候呢，他也会陪着你高兴。他会偷其什么？所好。有人说，师父，朋友多吗？不多。徒弟多吗？徒弟多。为啥？我分得很清啊。徒弟呢不能说心里话，你跟他说心里话他也不会跟你什么都说，不像朋友一样畅所欲言。为什么？他还知道啊，你是我师父，对吧？他心里有一个尊敬的一个心啊。但是呢朋友就不行了，朋友你要说捣鼓谁生气，他会说走干他去。你徒弟能吗？不能吧。哎，朋友会跟你一起去说某某人，徒弟呢也不行，对吧？说呢你们有心里话也不敢跟我说，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说水星就不同了，水星作为徒弟来讲，他也会跟你什么？因为他会顺着什么？顺你说呀。你是方的时候他就方的，你是圆的时候他就圆的。这仅仅是代表一种心性，但是呢他毕竟是什么门呢？他毕竟是虎门呢，虎门就像一个老虎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说过去讲说二虎把门。什么是二虎把门呢？你看女的有很多，女的就犯白虎，有的什么一个牙齿似的，那就不是一虎把门了，那就不是二虎把门，是一虎把门。有的时候呢人长一对虎牙，好不好？那一对虎牙呢，两个老虎在这把门，要一个老虎那就吃人。所以说女的要有一个虎牙凸出来了，那她就是克人。克谁呀？老虎饿了谁都吃，但是呢一般是左边克谁呀？如果是女的，左边就克丈夫，右边她就克
克自己呗。男的呢是左边克谁呀？自己，右边克丈夫。所以说我们说老虎是不能一个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为什么说有人说犯白虎弯带老虎呢？就是说虎毒不食子，他把你看成是谁呀？是自己的孩子。这就是我们说古人留下这个传统文化呀，像那个虎枕啊、虎鞋。但是我们说六亲宫位忌入什么？忌入什么星啊？水星、一星。因为什么？它虎门，它不饿的时候是旺相，给你撑门面，对不对？主有威有权，但是它有没有衰弱时候？它早晚都得衰吧。衰弱的时候它就要克人。所以说我们说事业宫也一样，事业宫里面做进白虎，旺相主什么？主权威呗，对吧？拿国家俸禄。但是他要衰弱的时候呢，他一样放官呢，对不对？难道当官的就不放官吗？当官的放官的时候比谁都严重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我们说老虎呢，他还是一个合门呢，虎门呢，他主什么呢？小人。为什么会犯小人？往往这宫我们来讲是北方，北方这里它也是一个纯阴之宫，纯阴之宫是三光不照。为什么不照啊？往往愿意犯小人口舌，比方说水星进中宫了，这个人一般往往来说有的先天有的后天。后天是什么？时间起局，或者是流年的年月日时的星辰进入你的中宫，那么就容易犯小人犯口舌，对吧？你别一看中宫星啊，桃花星，有的时候他在中宫真的就不主桃花，主小人口舌是非啊。那这种小人口舌是非往往都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？说有的人先天一来的时候就把你魂魄给你扣一个，为什么？偷跑下来的。对，说你有一个魂魄在那儿，就像我们就像人说金身一样，比方说罗汉转世，他一般都有一个金身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不看济公电影，对吧？哎，等他金身回来的时候，哎，他开始有道了，明白吧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什么样的人会先天带的呢？一般来说像金童玉女天上偷偷跑下来的，一般来说他的一心会在中宫，就让他下来先立什么立劫，劫难立完以后，哎，找到这么一个人了，把你的魂魄收回来以后，他开始顺了。那我们也有后天进来的，后天进来的往往都是受过惊吓，然后魂魄游离于外。那这股的路不？啊，魂魄游离于外，那魂魄游离于外有没有还是别录了？要我先暂停一小会儿啊。别因为这个事情咱耽误课。好了，这是说犯官往往也是因为哪个星啊？虎星、水星，它也容易犯官。九星之中犯官的一般来说是哪个星啊？告诉你啊，就是一星，水星。犯意外之灾的几星啊？四星。犯那个鬼魅缠身的阴气的是几星？二星。然后呢犯病灾的几星？六星。啊，所以每一个星辰它都有一个什么特性啊？这几颗星辰我说的它都是一颗凶星。吉星那你不用管它，叫什么吉星？高照啊，对吧？吉星是不是越旺越好？衰弱的时候只不过就吉星不高照了呗，啊，有其名而无其什么实，就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说我们说水星，那好了，七次他入这个配偶宫他才主桃花，他不配入配偶宫你别给人一看水星就犯桃花，谁都有水星，对不对啊？他一定要构成先决的一个条件，你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行啊。那我们说中宫有的时候有的人犯官，他婚姻宫不动很好，你就不能往哪上断？往桃花上断。你一看异性在中你犯桃花那不行，你得看婚姻宫急不急。婚姻宫急的人他不犯桃花，
那么他一定犯什么？小人呢、啊？口舌呀、啊，官非呀、啊，是非，对吧？哎、嗯，那么我们说，像在田宅宫，田宅宫是哪儿啊？是家呀，是你睡觉的地方啊，对吧？里面进水星好吗？家里进水了，是不是？比如说你祖坟进水了，祖坟那是祖宗住的地方，是不是他的房子？那阳宅是不是我们住的地方？我们祖坟进水，大家都知道不好。那你住的房子进水好吗？也不好呗，你就天天躺在水里呗，对不对？那你躺在水里好了，犯啥灾呀？也犯小人口舌是非之灾呗，犯官非之灾呗，这个大概意思明白了吧？所以说第一，他主什么？其实他就主两样，一是桃花，一是官非。官非就代表口舌是非、诽谤、谣言，知道吧？你别把它想象的那么复杂，我大脑就这么简单，我看到一星就做这些。其实这个九星我看着在我的眼里都很简单，只不过是说我为了加以绘声绘色，让你们听得更明白。不然的话，比方说二星在我的眼里就是病星、灾星，鬼魅之星。你他到哪一宫就把这种我们说过去古代叫妖风，对吧？一股风过来，窗户打开了；一股风进来，门打开了，是不是？这就说什么呢？说我们讲说二星，但是呢，犯二星的人呢，他往往来说，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五灾学了吧？昨天金木水火土，那人为什么想犯灾？那不鬼使神差吗？对不对？小鬼抓什么呢？”因为我们说人呢，千万不能想死。你要一想死，小鬼跟你三天，你咋还不死呢？他着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讲说，为什么人要想着阳光的要好的呢？不就是这个道理？你不能想阴的，你天天想阴的，那阴气不就缠身吗？对吧？我今天瞅他，这人不好，不顺眼；瞅他不顺眼，瞅谁都不顺眼，看什么事情都看阴的一面，不看阳的一面。你应该瞅谁都是善良的、慈悲的，你这样式的话，你的心里怎么样才能阳光啊？就像我们修炼一样，对吧？你的心里阳光，你的眼前才会明亮；你心里阴暗，你的眼前就是一叶障目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所以我们在修炼的时候也一样啊，说你往这一坐，你就看吧，你越想看东西，你越看不见。当你达到虚无的时候呢，你的景象花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你还想去看呢，没了。这就是什么呢？追求呗。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你追求的过旺，它就没了。就像我说，女孩子有的时候太过于追一个男孩子，男孩子太过于追一个女孩子，像这种缠身怎么样啊？他就会跑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修炼的时候，你想观景观。想预测，想预知，想看到什么以后，你越想看越没有。当你达到虚无时候，它自己就会出来。那我们这里有鬼压身，是不前段我说的半截话呀？然后岔过去了，你们后半截没听着啊？我就等今天给你们讲呢，因为我今天早上才想起来。所以我到那个我原来放血的时候，就往这一躺。比方说我上他家去了，我说我看你家犯不犯邪啊，你家床呢，我往那一躺，眼睛一闭，他家要心里房间有邪的话，立刻就不能动开。鬼压身，想动都动不了。还不是说像有的人躺着睡觉睡过去了，没那么的，就我眼睛一闭立刻就不能动，你想动动不了。那我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也是啊，那时候我在华山医学院那十二栋里面修炼，我这人比较聪明，这一个屋四个人，然后我进去的时候他三个人，我进去四个人，然后这出家人是云水道人呢，待几天有的时候就走了，他走一个，我跟这俩人商量，我说把这个床撤了，咱在这搭个桌子吧，搭桌干啥呢？练书法，
他说嗯行，这俩人赞同，好了，打了。再走一个呢，我跟那个商量，我说咱俩把这张床撤了，这床撤了以后呢，他就不会往这里安排别人了，就咱俩在这里修炼多好啊。哎，这张床撤了，等他再走了就是我自己了，我把这张床撤了。哎，撤了以后剩我一个人了，我胆小，一个人还害怕，那外面阴森森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一看这咋整？人都说小刀辟邪，然后我就买了把刀，买了把刀放哪儿呢？因为说放枕头底下辟邪嘛，我就放枕头底下了。放枕头底下，哎，是心安了。心安以后呢，我就晚上半夜，我每天半夜都打坐，但是打坐那个时候很害怕，不能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嗯。然后我就打坐，打坐以后呢，就你听那门。吱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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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，他响吗？我寻思想就想呗，然后想起来没完了，想起来下咣当一下，就像有人使劲推了一下，我那全身的毛孔一下子就炸开了。炸开以后呢，我把这个刀拿起来，我就出去了，出去转一圈，啥也没有。但那个晚上夜深人静啊，那树那么大，然后阴森森的，我也就转方圆一点点，我就回来了。回来我这人胆小，我很谨慎的，我说别那个，我出去的时候床底下猫人咋办呢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进来以后屋里吵着吵没人，我就把门又关上了。那关上没人，那接着打坐呗，我又在那打坐。打坐以后十几分钟以后，那门又吱嘎吱嘎吱嘎又响，想吧，就咣当一下子。当时第二次的时候，我的头身就像一下子炸起来一样，全身毛孔都开了。我又拿起小刀，我就赶紧出去一看，又啥也没有，啥也没有。转了一圈一看，还是啥没有，回来吧。回来瞄一圈以后，你看床底下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又把门插上，插上再能练功了吗？不能练了吧，再练，啊、嗯，然后我就往床上一躺。当我人往床上一躺的时候，眼睛一闭，立刻就不能动了，就这么快。这是我第一次啊，啊、嗯，处女座。躺着不能动了以后啊，那我那时候还我相信有神，但是我不相信有鬼，那哪来鬼啊、嗯？但说是没鬼，咱经常看那个鬼片，晚上也害怕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呢，我就往那一躺，立刻身体不能动了，不能动了咋办呢？然后我就开始念谁呀、啊？念什么齐天大圣啊、太上老君呐、啊、哪吒三太子啊，什么念了半天，然后呢，不管用。然后这时候就在我床边有个什么东西，嘟嘟嘟嘟嘟就来回跑。你要说人，他绝对不能什么那么快，他那速度快的就你让你的心里头就像一翻个一样。你要说这个动物，小动物他没那么大声音，他这一跳，我那心脏就好像突然有什么东西一拧个，然后心脏就这样，痛，痛，就是明显的他能感觉到脖这个肉动，啊、嗯。我又在那捣鼓啊，这个神仙那个神仙捣鼓半天，嗯，好了，过来我看这咋办呢，我就起来把家里的传的符咒拿出来，有个净莲台咒，你们没学吧，还没学到那儿呢啊，啊，然后它是属于专门打坐，打坐怎么样，不着邪，所以说你坐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上那个宾馆，对吧，那你就得静一静，你知道这顶上谁住过，你知道哪个夫妻住过，修炼人的床是绝对不能让夫妻住的，是对你的道行是有损的，所以说那咋办，然后他有净梁台咒，先净身再净床，然后呢再护莲台，这样式就好了。那我这人也聪明啊，其实挺聪明的，小时候现在不聪明了，然后呢我就把净梁台咒吹床，哎，我就一吹，每天晚上就不着邪了。有一天呢，我做完饭了，因为你出家刚开始都要去做饭的，做一百天的，对吧？做一百天呢，然后有一天早晨做完饭，收拾完了，九点来钟，大白天的行能有啥事儿哈？放背后，我往这一移，眼睛一闭，立刻就不能动了。这时候就好像来个人一抓我，一下子就把我抓起来了。抓起来呢，我就赶紧念穿心钉，我刚念一句天崩天陷。一下就原神回来了，
回来以后，从那以后白天我也那个念。但是后来呢，这种被压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，真的，它是一个很另外的一个世界。你现在我想说，哎呀，谁快来压压我吧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我还很留恋那个时候的感觉。偶尔呢，偶尔有一回，哎，还给我乐过呛，真的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。有咱们这里现在有的呢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告诉你完以后，你们慢慢没有了，你真的会像我说的想起来，会留恋那种感觉。为什么呢？那种感觉，鬼压身，浑身不能动，但是呢，只要你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说身体给你了，你爱咋地咋地，你发现你立刻整个人会进入虚无，全身会有那种电麻感，刷刷刷来回走啊，它就不是一种很恐惧的现象，它会带你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。但是人要心生恐惧呢，你越紧张，哎，你的身体就会。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种鬼压身的方法，你们用完以后，今天晚上有一半都会有出现这种现象。想不想要？哎，后来呢，我上那个，不说我上那个昆仑山闭关嘛，闭了几天以后，我们两个人走，一看地图这么近，走到晚上，一看七点来钟，不行，我说这咱俩不能走了，我说从这么远走到下一个可能得到兵站，但是这仅仅是我们木梁这么多，我说这山顶可有狼啊，咋办？劫车吧，我们两个道士劫车，劫了两个小时车。所有过的都不敢停，为啥？这俩穿着道服在那一站，谁敢给你站呢？对吧？后来接了一个大客，我俩是边走边接，接了两个小时，接了一个大客到西藏。到西藏以后呢，我跟那喇叭在一起聊天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他说你这种现象啊，一般发个愿就好了。他说人每个人有的时候都会有鬼压床的这种现象，当你出现这种现象不能动的时候，一般来讲我们说鬼道什么呀，道气，是吧？它会吸你的什么，吸你的阳气，它就吸吸吸，知道吧？啊，但这个时候你把嘴怎么样，他说你意识明白呀，心里清楚啊，对吧？你只是不能动，紧张，想动动不了，想跑跑不了啊，你越想跑越紧张。他说你把口闭住憋气，你就在这憋着就憋醒了。这招管不用？这就是那天我说的半截话，说完了。但说完以后，我后来发现为什么我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呢？有的时候我晚上躺在练功，每当我用了某一种姿势以后，它就会进入这种奇怪的世界，很快就会让你不能动。你们想不想知道？想，想知道吧？把这关一下啊！你不关的话，到时候他别人一弄，哎，不能动了，然后这个再吓出精神病来，对吧？修炼人必须得把生死置之度外。当你出现这种现象，想动不能动的时候，你不把这种生死置之度外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紧张，越跑越跑不动，给你累过呛。然后呢，最后醒了，说当你说哎，生死置之度外以后，不光这个呀，我们修炼也是一样啊，修炼也要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不然你体内会产生奇异的一个变化。嗯，是你吧？参加闭环吗？看不看我在空间里发一个九层禅机？九层禅机，它里面有你每练一关，体内会产生什么变化？每练一关，体内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它给你写的。而这个你修炼，如果每到一关你不能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到这一关就卡到这儿了，你就进不了了。怎么能让你们进入这种奇怪的世界？好了，左手为什么？右手呢？左手。右手扣到左手上，把它扣到神阙穴上，对，扣到肚脐上，
肚脐是神阙穴，上连天，下连地。当你把它用一阳二气一扣，哎，我们讲说，古人说胎息，对吧？哎，你把它扣上以后，上连天，下连地，你的阴阳二气一碰撞的时候，你体内就会开始产生奇怪的变化，身体就不能动。可不是说你刚往这儿一躺一扣，闭上眼睛就会出现。当你进入一种虚无，或者是说，我不给你们用那个什么，我给你们用白话说啊，他睡着了，到半夜的时候，子时他就会阴阳交替的时候，你体内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你就会不能动，想动动不了。然后呢，想动动不了的时候，你这时候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放松啊，大不了一死。你练功之前也说，不管体内产生什么变化，我大不了一死。当你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，哎，扣上以后大不了一死。你睡前练功的时候，你就这么想。你们每个人出现什么现象，别忘了告诉我啊。有的人呢会看天，有的人会看地，有的人会看见神仙，还有人会看到鬼啊。有的人会元神出来，天上飞，地下跑，可哪回来瞬间就回来。说这些现象都是阴阳二气在你体内产生一个奇怪的一个变化。嗯，估计你们可能扣上以后未必能睡着。首先你得入境，要能睡着。为什么有的人睡不着？你精气神不足了。像我现在扣跟那时候都不一样了，那时候剁得瘪瘪的，一扣以后呢，他这两个能搭到床上这么一扣，现在一胖下面睡觉轰轰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咋办呢？你就找东西垫着呗，谁让你肚子大的，你是不是？嗯，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啊，这就说什么呢？这种奇异的变化，你必须前提是把生死度度外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无氧大法。这种无氧大法呢，是过去陈禅老祖传下来的。睡过。陈禅老祖说了：“老来躯体素温存，安乐窝中别有存。”那安乐窝是什么？就是人的神阙穴，肚脐的。当你扣上以后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天地。明白了吧？好了，那咱就不讲这个了啊，讲完了吧？嗯，讲完了。今天晚上你们扣扣看看，能不能睡着？前提是你要睡着。嗯，弱了啊，好吧。每一个人修炼，他都要从阴要转到阳，这是每一个人的过程。除非你不是修炼者。当修炼在有这种缘分的时候，你不要小看他。人无论走到哪里，你得到天地人鬼神都来助你。你不要以为我信神仙，神仙哪有时间天天看着你，对不对？太上老君，你说太上老君保你，太上老君天天在天上，他没啥事跟着你啊，跟你干啥呀？跟你开馆算命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修炼，有的时候都要找这个内护法。那你找谁呀？你找太上老君，太上老君没时间。你找玉皇大帝更不可能。你找释迦摩尼，释迦摩尼管那么多神仙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找人间的一个什么护法神，他是在人间修成的。我们说神仙有先天和后天体，对吧？哎，像有的神仙，他就是先天就是神仙。那你看哪吒是不后天的？他是什么？济公是后天修成的吧？那以后飞龙道人不也是后天的吗？就是说，所以你找护法神一定要找这个经常在人间走动的，别找从天上从来不下来的。你找太乙真人，他没时间，对不对？哎，他烦人间的什么怪味儿。嗯，所以说神仙一般都是晚上来，没有白天来的。白天乌烟瘴气，酒肉穿肠，是不是？那晚上夜深人静了，哎，他开始来了。
来了以后呢，还啥来呀？那个东西他也来。那晚上是他的世界，白天是我们的世界。我们白天活动的时候，他在那睡觉，对不对？那等我们睡觉了，他开始出来了。要不我们说不跟鬼做邻居呢？你跟二星做邻居，他没啥事儿。他生前愿意串门的，他死了以后他也串门。他生前不，你遇到一个鬼邻居，他不串门行，不爱串门，他总也不上你家。他爱串门行，你在家干啥呢？上家看看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你家的房宅不阳宅不离阴宅近呢？你离阴宅太近了，他没啥事总上你家溜达，对吧？你一出门就看见坟，你不一出门就撞见鬼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我们说你要进谁家一看，人家门前是祖宗，你不进门就撞鬼吗？那你就得拜一拜啊，我上你家来串门来了，你是很有礼貌的跟人打声招呼啊，要不你一进去，是不是小偷啊？来干啥来了？不行，我得收拾收拾你，对不对？你会撞到他的。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你上人家那个佛堂仙堂，你不能是随便去碰啊，你去碰你干啥的呀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说这个阴气就是这样。但是过去古代有一句话说，官不打送什么的，对吧？当官都不打送礼的呢，对不对？那是鬼他就有什么，就有贪心呗，谁给我们送点东西我们也高兴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但是他高不高兴啊？所以古人说有钱能死人，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说我犯着你了，犯着你了，对不起，给你点钱，然后你去花去吧，打麻将去吧。哎，他就走了啊。他说你还很有礼貌，他就说有一些人像运功有二星，你咋送啊？你请神仙来镇压，别镇压，给他点钱他就走了，乐乐呵呵的多好，对吧？你要是说啊，我是太上老君弟子。你缠磨我，我把太上老君请来，太上老君来了，他一看啊，太上老君来了，我得躲起来，走了。这太上老君一看人呢，鬼呢，没了，太上老君走了以后他又来了。所以强龙不压什么地头蛇呀。说当你给别人办事的时候也一样啊，你别看着谁你都啊，鬼魅缠身，过去我给你画道符，那不行啊，你会跟他产生什么形同克害的，你会跟着结怨结仇的，你会到时候两眼直发黑圈的。说我有个徒弟，那家伙那个来了以后，我一看，我说你眼眶眼圈怎么就翘黑的呢？我说看阴宅，我说你这看阴宅看的可倒好，跟那个僵尸似的。这就说什么呢？他被这种气怎么样缠绕了，对吧？哎，你天天跟他打交道，哎，他就找你。但是我们人来讲是说，千万别得罪他。为什么？阴阳两界呀。不然的话，你睡觉的时候，他可就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说。后来我为什么不出现这种现象了？有时间我给你们讲讲啊，等我会把我的渡魂夜写出来，你看，全是我经历的这些鬼怪的事情。说有的时候经过的，让你晚上说白天天只要一黑，你想的事情你几天都不敢出门下来。但也许是我胆小，但是说你要得罪他，你得罪不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有朋友，对吧？你身上你要得罪他，你身上一定有一种气，这种气你走到哪里，别想不想啊，你得罪谁了，你身上这种气太黑，这是我们为什么人的眼圈会越来越黑呢？就这个道理，他一定得罪啥了。我不是说你啊，但是你这次来了呢比上次强多了，上次更黑。所以你看其他人有没有黑的呢？也有。但是这就是说，我们说那怎么办呢？告诉你啊，我们说超度也好，
修根也好。那我问你们，一个人着邪了，对吧？好了，你把他送走了，他身上是不是还有这种气？那你是不是得把这种气给他去除？他拿钱走了，乐呵的了，他身上还存在这种气，这种气你不给他去掉，他还会招别的。那怎么能去掉呢？是不是教你们那什么了？净身咒了吧？哎，不管谁来，你的客户，不管谁运气不好，你都给他净一下身，他就会很顺，知道吧？从你这里走了以后，哎，从他这儿走了以后，哎，我发现我最近顺了，说这人有道，厉害，对吧？别从你这一走，一出门，当出事了，哎呀，上那不吉祥，以后不能再去了。他会一穿十，四穿什么？四穿百呗。嗯，你们将来呢？像我现在懒了。以前每个学员来的时候，你一来我就让你去洗澡，洗完澡以后我就去给你净身，让你保证来的时候平安，回去时候也平安。别人来了以后回去半路人没了，好了，你说了上这来学习人没了，是不是得找你要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那你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两天懒呢？是因为不让你们出门，你想出门没时间，告诉你们，哎，中午都不让你们睡觉，你们还出去，不可能。说在这平安的，今天晚上吃完饭，回去赶紧洗个澡，知道吧？把门开个缝，可千万别开这小缝，然后这弄的整个楼层直报警，对不对？啊。稍微开个缝，然后洗完澡以后呢，沐浴更衣，换衣服以后，在床上打坐。下午我会教你们怎么静坐。我上午要把行程讲完啊，然后我挨屋去给你们开工灌顶，让你们从我这里走了以后会顺。这是你们这期培训班，如果在庙里以后呢，它方便呢，我就会摆一个道场，让每个人来到这以后呢。运气更好一些，财运更旺一些。哎呀，我从师傅那走了以后，哎，我顺了，我好了，是不是你们感觉到？哎，不枉此行啊，哈。但在这儿不行，不方便。这家伙，你整个艾灸都直报警呢。你要那家伙一摆那啥，那可坏了。啊，场地不适合，你们就自己学。有机会。可以上哪儿啊？东方红，哎，东方红院大，这个明白了吧？千万别得罪他们，得罪他们，他们的人群呢、啊、不比我们少啊，有时候比我们都多，有几千年上一年的他都不走，我们人活百岁以后走了，他那有的几亿年道行，知道吧？啊，真有几亿年道行吗？未必啊，中国历史上下才多少年，是不是？我这也就这么一说哈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人信仰可以，你不能迷呀、啊。那信仰说，哎呀，祖师爷我渴了，你赶紧给我倒点水吧，那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你说小鬼我给你点钱，我渴了，你去给我拿瓶矿泉水去上超市买去，那也不可能，对吧？我们人都是在有限的范围以内，为什么我们要修道呢？历代都要有祖师爷的弟子，对吧？你这一个庙出家人有道，他就能够跟祖师爷怎么样感应啊，人神合一啊，他就能替祖师爷说话呀，对吧？那祖师爷不能倒水，他的弟子就可以拿出来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人修炼达到什么天人合一，先天人合一，我昨天不讲了吗？然后再人神合一，然后再人人合一，这样才是一个道，对吧？你不能超越了什么范围以外呀。我不是说正一派这个没灵不好啊，就是说有人说啊，祖师爷来了，
打几阴几阳。咱那一个我在福建天天的庙里哒哒哒，我也给人弄，弄完以后我心里寻思，这是谁弄的？这不是我弄的吗？咱就不用说别的，说祖师爷要来了，咱就拿一张纸儿放在这儿，不用这一个大铜铁片子，放一个纸儿，这祖师爷呀，你要来了，把这纸儿给我翻过去，对不对？说我们信仰是要信仰什么？明理、明心、明心见性。说该我们替祖师爷能做到的，我们就替祖师爷做呗。祖师爷想弘法度人，那我们就学讲经说法呗，对不对？祖师爷想给人指点迷津，那我们就学指点迷津呗。祖师爷想济世救人，解除人疾病的痛苦，那我们就学医呗，修道呗，对吧？祖师爷想扭转乾坤，说这大旱咋办呢？那我们就祈福迎祥，求雨呗，对吧？哎，但是他依托在什么？必须你得有弟子，历代都要有修行者。修行者就是过去叫天子嘛，天的孩子嘛。我们是祖师爷的孩子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道法还是那句话，不是花钱买来的，是你要你修来的。你别看你们学的这道法，你不修道那没有用，几块钱就可以买一本《万法归宗》，对吧？哎，你拿着穿着墙试试，徒手刃试试，脑袋撞一头包你都不带干。小时候我们看过崂山道士，对吧？所以历代都要修道，你不修道也不行。所以说我们修道是说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人神合一的境界。那么呢，你算出来的卦你才叫神算。一个医生有神助，那你就才能成为神医，对吧？有的人很纳闷，说一个真正的医生，他要达到神医的境界的时候，说你回家喝点水就好了，他回家喝点水就好了。他为什么好了呢？因为他有道啊。现在人都不修道，都想速成，都想走境界捷径，啊，就这道理。所以这个二星，我们这里经常有人问我说：“师傅，我有鬼压身。”我告诉你，恭喜你。你先比别人走了一步，别人得修炼才能感应到这个，你已经感应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你那叫先人一步，别害怕。说如果要是说我害怕，我坐在这儿，小鬼把我蹬提了起来，提了地狱，那不可能。那他得多大道行，对吧？那要是碰到那样的鬼，你好好敬他。把他你要啥给你啥，然后赶紧上银行给我搬几千万过来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你打坐的时候千万不能害怕，他不能把你怎么地，拿不走你。但是呢，你跟他结善缘，别结恶缘。就是我们给别人办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那借花献佛的事情那就多做点呗，对吧？说给别人办事的时候拿他点纸上旁边给孤魂野鬼点钱啊，你们很可怜。然后你要再念念往生咒，哎，他拿了你的钱了，你拿别人钱给他，他感谢谁呀？他感谢你啊。你不给他能有吗？对不对？你每一个人你都这么做，你就会发现你结鬼缘，你走到哪里你都顺，从此以后你就不会有那什么相啊，鬼压神相。但是没有鬼压身，你想在有的时候呢，晚了，没了，这是我们说二星，二星犯了他用啥最好使啊？钱呢，他就爱财呀，他生前爱财，死了他也怎么样？他也爱财，为什么？他是人呢，对吧？那神仙就不行啊，神仙说，祖师爷呀，给你钱，他不要。对吧？祖师爷看你是一颗心，但是他要不要钱呢？那个，他要钱呢，他有钱，啥都好办，他跟生前一样，是吧？请我吃顿饭，哥们儿，有人熊我了，走，我去弄他去。他也一样，你给他钱的时候捣鼓，哎呀，给你点钱了，谁欺负我呀？你看他拿完钱以后去了。他不会白拿你钱，
那小鬼耍钱鬼耍钱鬼，有的那晚上上那去烧完纸以后，我明天打麻将把我赢点，我明天再给你送点，你看他就会赢。但是赢完以后呢，他把这个茬忘了，你看办完你啊完事了，没人了，他又会收拾你了啊。所以说这个阴气缠身就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说犯五灾恶灾呢？就是这个道理，明白了吧？鬼魅缠身，他就会有自杀现象啊。但是我们从盘内看看自杀怎么看呢？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死啊？对吧？哎，不就得看金木水火土吗？你要说本身他就有恶门，二星是恶门星吧？他大多数采用的都是金割腕，里面有土、跳楼、卧轨、撞车，对吧？哎，有火、自焚、触电、煤气啊。但是他要飞到了坎宫，他又多了一种死法：跳河、跳井，对吧？哎，但是他要跑了正宫或者巽宫呢，他又多了一种死法：什么歪脖树、撞柱子、悬梁。是不是？哎，没有人说拿棒子，哇，那也打不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讲说，你就记住，第一主五灾，第二主这个什么鬼门财神。但是在事业宫里面呢，好不好啊？他主权了呗，就主权威了呗。但是旺相时候主权，他有衰弱的时候呢。衰弱的时候，你的事业就开始走衰败了，就会有人上访、上告、诽谤、谣言。你就要开始犯官。所以说吉星未必是吉，凶星未必是凶，它要分什么旺衰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是二星，明白了吧？那咱就说二星在财宫好不好？旺相，小伙给你往里进钱；衰弱，小伙给你往外，这就行了呗，对吧？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说了，你的财这一生是财来财去，为什么财来财去啊？那小鬼给你往里旺的时候你就倒腾进来，摔的时候就倒腾出去，你不可能永远旺吧，也不可能永远摔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配偶宫在这里呢，一看啊，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敢留你到五更啊？对吧？他是不掌管生杀权利啊？啊，他就会有办法制约你，给你制约的老老实实的，你不听我的，不听我的，我自杀，他还真不自杀，来假的，假的就制约你，他要来真的，人就没了，你可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最害怕的是，对了，前一阵他们一个跳楼的，从那个三楼往下跳，一楼顶上有平台，相当于从二楼跳到一楼。人下去的时候是整个身子是这么把子下去的，把子呢要跳楼，他站不在那儿，他就这样跳呢就下去了，下去腿摔坏了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咋跳？他说，我说跳的时候后不后悔？他说后悔了，没把住啊，他也没来救我呀，他说后悔上不来了。他是真想跳吗？他要真想跳，他就会大头，他就不会这样趴着下来了吗？所以说他就会用一种自残的方式，怎么样，来制约你。但是他也会疑心，为什么？他就会专门抓你隐私啊，这就是他阴暗之心啊。你干啥呢？他天天琢磨你，玩手机呢，上课玩手机，在那跟谁聊天呢？如果不是女朋友的话，正常谁会说上课时候师傅在这讲课，自己在那聊？男的会这么聊吗？自己媳妇会那个这么亲密吗？老夫老妻走到都这样离开的，心到一起，天天扯着走。这家上课不好好上，在那玩手机，一看就给情人发信息，对吧？你肯定不是给媳妇儿，给媳妇儿，媳妇儿不会打扰你，天天还烦不来呢，
我看谁在玩手机，我就干啥啊？就这回事儿。哎，所以说我们讲说，有二星的人，他一定会干啥呀？察言观色，他天天琢磨你干啥呢？说每一个人都有二星，最怕这个二星进哪一宫啊？配偶宫，那就是你的噩梦来临。自己要是进二星呢，那自己就是别人的噩梦。哎，你就会天天察言观色，看这个看那个，啊，你会抓住别人的隐私。所以说，如果官禄宫里有二星的人，他一定拿父职，父职他具有正职的权利。为什么呢？他天天琢磨那个正职，抓你隐私，抓住你隐私以后，他就会揪着你的隐私不放，这我要说了算。但是他要当正职好了，他就脱离了二星，跑到了哪一宫啊？巽宫了，那就会把他的处处给他困制、困死。所以我们讲一个命，你是辅佐的命，你就辅佐。你看那个河神，他有多少次他要想毛权篡位早篡了，对吧？但是他知道我就是父子。那刘备临死的时候，托孤说：“如果阿斗干啥的话，你可以取而代之。”诸葛亮能取吗？那他就是我，就是这个辅佐的命，我就是父子的命，我父子的命，但是我却拿到什么正直的权利，我大权在握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我们来讲，最害怕的是说，人都已经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，他还想去做那万人之上，他不知道啊，我就是要身居父子，我才能做到这个位置。这回二星能不能听懂？能听懂了吧？这星辰有没有意思？有。我告诉你，星辰你了解了以后，它是很奇妙的一个世界。你看到一个盘，你就看到一个人的内心，看到了他的世界。啊，那我们看三星，一听太阳、日星，好不好？好。一看就是一个吉星，对吧？对。太阳走到哪里，它是不是普照到哪里？对对。对吧？但是也未必。他走到乾宫、坎宫和艮宫的时候，晚上了，没有阳光了呗，他就不发光了呗。这个时候的人，他还有爱心吗？还会普照万物吗？他有那心，能有那力吗？那没那力了呗。他要在正宫、巽宫、离宫、坤宫跟那个兑宫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好啊？听不懂的举手。正宫是几点？五点到七点，日出东方吧，是不是光亮了，开始普照万物了，对吧？如果财宫在这里，是不是拿钱施舍呀？如果运宫在这里，人是不是就有这个大方普照？你只要你有事，他就帮你，对吧？哎，你求到他帮你，你不求到他，他看到的他也帮你，为什么呢？太阳就是无私的，对吧？那他要在巽宫是几点了？七点到11点了呗。这时候太阳是不是？这时候太阳，他也开始普照万物了吧？但是虽然运在正宫，这时候你一算啊，你运在正宫，现在天阴了。说你有那心没那力，这我们叫外向，对吧？哎，你想普照万物，你想好，你想运气更旺，你没那能力。现在乌云什么？这是日啊。你现在运气不顺，那外面正下雨呢，太阳它也没有光亮，对吧？啊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算命，像我那时候在绥芬河开挂馆95年的时候，只算上午不算下午。我会告诉顾客说，上午属阳，下午属阴，下午来算卦的都是运气不好的。你这个观念一说出去以后，慢慢你下午都没人了，都上午来了。为啥？下午你中午你吃完饭可以愿意上哪上哪去，对吧？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吧，啊，所以三星更有奇妙的，因为什么？每一颗星辰都有一个奇妙的世界，而三星的奇妙世界就是先下课休息，然后我告诉你们。